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旷野四十二寨。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根据圣经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而且走了42站，那么每一站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把他们应用在基督成长路上，我们很自然地看到它代表基督成长的三个不同的时期。那么这其中所学的功课呢，我们可以从42站一览表里面看得出来。到了一共是3个14站，经过第一个阶梯、第二个阶梯、第三个阶梯。那现在目前呢，我们是在第33站跟34站中间，给我们看见最后他们要走内城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那么我们知道这条路所以难行，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绕过以东地，因为以东人呢不答应他们走王的大道。那不止以东啊，而且是摩押也是如此。摩押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只好是绕过以东地，还有呢，就绕过摩押地。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图哈，我们这里有一张图片，就绕道而行，给大家看看那个，给大家看看那个地图。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个这个地图里面红线呢指着王的大道啊，你如果顺着它走的话，那么结果从何尔山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往东走，他们是往东南走。然后就是一直折回到红海，所以那条呢就是红海的大四我就是红海的大道。那么这个上面那个地图上的死海，那个死海大道应该是错的，应该是红海才对。那么然后呢到了以逊加别以后，他们就走以东旷野大道，那么都是绿的啊。那么大家看这个以东旷野大道呢，很明显是绕过了以东地，也绕过了摩押地。那所谓的摩押地是什么地方呢？摩押地就是撒列西和亚嫩河中间，那就是说是死海的最南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死海中间的中央的部分，那一部分亚嫩河那一段呢，叫做摩押地。那现在大家看呢，顺着这个绿的这个途径走，绿色的途径走呢，那就是靠近什么？是靠近这个沙漠了。走那条路，所以他们的确走很远很远的路，他们不光是绕过了以东地，也绕过了摩押地。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个绕过以东地就是指着舍己的功课来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摩押地又代表什么呢？那么绕过摩押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让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图画，一幅幅的图画，那来告诉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很重要的真理。比方说吧，圣经讲的肉体，我们知道肉体呢乃是指着一个堕落人堕落以后的他的人格，还有他怎样受身体的支配，所以这个就指着人的肉体说的。但是呢，圣经中怎么形容肉体呢？它需要一幅图画来表现给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呢，当大家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一度呢18年之久是在摩押王的压迫底下。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摩押王的名叫伊基伦，伊基伦是肥牛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有一个摩押王是很肥很肥的，很胖的，所以叫肥牛。那么他呢，不光他很肥，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有10000个军队军兵，后来被追赶的时候啊，因为他们胖，所以走跑不动，所以呢圣经说他们是勇士，其实在希伯来的原文乃是肥胖的兵士士兵。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摩押上上下下都是胖的，都是肥的。那这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呢，你如果读那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圣经事实上是用这个摩押来形容我们的肉体，来形容我们的肉体。那意思就是说肉体呢，今天如果要呈现在人面前，圣经是什么图画来形容呢？就是形容给我们看，就用胖子来形容啊。所以我们知道摩押王从上到下，包括军兵，都个个都是肥胖的。那么圣经就用这种肥胖的图画来形容这个肉体的情形。那么所以先让我稍微形容一下，稍微解释一下。那么一个人肥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当初生下来啊，我想
一个白马王子给人的形象就是他刚好是刚刚好的，一点都不肥啊，也不胖，那么非常好。但是后来就是也许就是冰淇淋吃多了或者怎样怎样，这个人就开始往外发展，那么不该挖进来的出，不该挖的地方挖出来，挖进去，不该凸出来凸出来，那么这个就后来慢慢就变成这个身体呢很自然就有一种的畸形的发展。所以那个慢慢等到这个身体慢慢畸形发展离开了他原初的比例，我们说这个人可能是过重了，或者我们说这个人就肥胖了。那么圣经呢为什么用这幅图画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呢？有它的原因的。那就是说当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么神给每一个人，就是当人如果人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人如果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人是神创造的，那么人的这个人格里面所包括的是思想、情感和意志。那么这个人格，圣经中的人格，也就是我们的自己，也就是圣经这个是我们的己，那么也就是圣经用魂这个字来形容的。但是我们知道魂的本身或者人格的本身，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它一定根据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比例。如果我们是根据当初原始的比例，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表现就是正常的表现，就是完全根据神旨意的表现。但是很可惜，后来人犯了罪了。人犯了罪以后呢，我们知道说本来呢，根据神的旨意，这个人应该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树的果子就等于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那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圣灵的支配，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很可惜，人是不信主以后，人堕落以后，他的灵就死了。因为主耶稣神说，你吃的日子，吃禁果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呢，还活了900多岁，没死。那是哪一部分死了呢？毫无疑问，他灵的部分向着神死。那既然死了，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结果身体就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本来应该是我们的灵，圣灵在灵里面管我，支配我们的人格，支配我们的魂，然后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魂应该支配我们的身体，那这是个正常的人。但人堕落以后刚好翻过来了，慢慢的人就受了身体的支配，那同时呢，人的魂，人的人格就开始有畸形的发展。怎么发展呢？比方说思想，那人神圣经本来给人的思想是非常渊博，你知道亚当呢不一定读很多书，但他可以为每一种动物命名，所以人类动物命名学最早是大亚当开始的，所以亚当的心思呢最开始是非常敏捷啊。那么这个是指的人没有堕落以前，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罪一进到人里面，因为人怕神的同在，我们知道说强盗一定怕官兵的，所以呢，一个人落在罪里面，他最怕的是警察，最怕的是官兵，最怕的是神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巴不得没有神。那么怎么会叫他觉得舒服没有神呢？他的心思就开始被扭曲了。一罪一进到心思里面，思想里面，这个就被扭曲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可以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说是宇宙中没有神，或者说根本神就死了。从19世纪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人的确离开神非常遥远，因为人的心思被扭曲，人巴不得没有神。因为许多人在犯罪，因为人都爱光爱黑暗，爱黑暗不爱光，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当他享受最终之乐的，他巴不得没有人看见。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的人被警察抓到以后，他总是要用什么东西遮盖他自己。那原因就是说人呢不愿意，人今天犯了罪以后，人就巴不得没有神。所以在他情感里面是最好有一天没有神，那么他告诉自己1000次，告诉自己10000次，结果他被自己催眠了，就没有神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心思呢就被扭曲了，那我们的情感呢也是被污染，被罪污染。比方说爱本来是非常美的一件事，非常单纯的一件事，但是没有多久你看这个爱就变成情欲了，因为罪进到人的里面，那个爱就变了质了。本来母亲爱儿女的爱应该是爱，但是不应该是溺爱。有的时候溺爱呢反而害了对方。所以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强盗啊，
他判刑以前他说能不能让我死以前对我的母亲再说一句话，结果他到母亲那里，他把母亲的奶头咬下来，然后他就说，妈妈，你如果你爱我的话，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天，就是因为你太溺爱我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溺爱事实上不是爱，那是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爱，我们的情感呢也受了污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就受了，就发展不就畸形发展。那不光如此，我们的意志也这样。本来呢，神创造我们的意志应该对罪能说不，对神的旨意能说是，好事善事应该要说是，恶事坏事应该说不。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很奇怪，人对于行善的能力变成非常脆弱，人倒很容易就对罪说是。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人的这个他的意志开始薄弱。所以马克吐温说，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那可见他很想戒烟，一直没有戒成功，所以戒了好几百次，他认为是最简单的。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是最难的啊。许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香烟是在英国叫做棺材钉啊，意思就是说你抽一根香烟就等于在自己棺材钉一个棺材啊，棺材上钉一个钉子。但是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对心脏，我们知道香烟对癌带给我们许多的困，身体许多的不好，但是怎么办呢？不行啊，我们立志行善，你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证明什么？这个就证明啊，这个人一直是薄弱的。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所大学是不准抽烟也不准跳舞等等等等。那么当初那么训导主任呢就去抓抽烟的人，那刚好呢有一个人在蚊帐里面抽香烟，结果被训导长抓到了。那训导长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变魔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甚至于呢，老师抽烟也不可以，如果你要抽烟的话，可以要用校车把你送到多少英里以外去抽。但是呢，虽然如此，你看看这个事实上很不好意思，很简单，那个香烟说不抽就不抽了，它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啊，很简，就这个情形。人呢，这个人的人格，我们说是三样东西嘛，一个是他的思想，我思故我在，我爱我恨故我在，所以人有情感，还有呢，人有意志，我可以决定。所以在这三方面，你看见吗？都变成非常的薄弱，而且畸形的发展。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人就变成胖子了。所以畸形发展的结果，还有自我膨胀的结果。那一面呢就不再相信有神，另一方面呢，另一面有的因为思想一扭曲，所以根本觉得宇宙中没有神嘛。所以这就是肉体，肉体就是一个膨胀的人格，肉体呢就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人格，那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肉体有两个危险，一个人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所以呢，这个胖啊不美，什么地方胖什么就不美。如果照着原来的比例就是美的，所以白马王子为什么美呢？因为他合乎中道。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危险。所以如果基督徒常常顺从肉体，你就会发现说，你发现这个人不容易属灵，你就发现说这个人走路，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呢不容易彰显基督的美丽。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容易缩短人的寿命，一点都不错。你看见人如果跟随肉体了，动不动他就不聚会了，动不动他就不做基督徒了，他觉得没有人捧，没有人戴高帽子，他就不行了，这就是肉体的结果。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进窄门，要走窄路。那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门很窄呢？其实不是门很窄，是我们太胖了。有一个太太啊，她告诉她的朋友，她说，我最近我的先生啊又送了我一个东西礼物啊，因为我增加了点重量，说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那个太太，另外一个太太很羡慕啊，她，那你先生一定送给你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啊？她说不是，她说我先生送给一部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因为他最近又增加重量了，所以这个他就嫌这个门太小，结果这个门对他来讲变成什么？变成窄门。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顺从肉体，圣经说他就是死。所以我们知道肉体是我们一个最大最大的障碍。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圣经呢，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一天你觉醒过来，你发现说这个肉体原来是我们最大的障碍。那么只有当你恨恶你自己肉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救了啊。如果你还觉得还不错，你胖也没有关系啊，也很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有的人说这个杨贵妃还是很胖的，所以我们问题在这地方，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美啊？什么如果我们不觉得它严重，你不觉得对生命有威胁，我们这肉体对基督的生命是有威胁的，所以如果你不感觉得到，那么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乃是等到一天你恨恶你的肉体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在我的肉体，在我就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这种的觉悟，什么时候我们有这种的领会，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就开始有救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他说人若是不恨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主的门徒。那中文翻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人若是爱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其实呢，在原文是用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有没有用错？没有用错。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个恨呢，不是指着恨父母说，因为圣经明明说要恨孝敬父母，没有说要恨父母。那但是为什么呢？你看，因为下面说要恨自己的性命，性命就是魂呢。那为什么恨自己的魂呢？因为你魂畸形发展了，所以不是恨父母，是恨人伦之间。本来人伦是很好，但人伦之间有一种什么情形呢？有一种畸形的发展。所以母亲爱儿女的爱本来是很单纯，结果因着罪的缘故就溺爱了，那个畸形发展的爱，这个不好。所以神要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是个非常合乎中道的关系。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恨我们的魂，那就不是恨魂的本身啊，就好像不可以恨父母一样，因为圣经明明说要孝敬父母。那为什么主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呢？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堕落以后，人伦中间的关系，尤其是五伦，尤其是人伦之间的关系，和魂都和我们的人格都已经畸形发展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需要背起十字架。这个是为什么背起十字架呢？十字架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人他太胖了怎么办呢？他就跟医生说，这样吧，你好不好把我放在手术台上。那放在手术台上呢，医生呢就把肠剪掉一段，然后你就回到你原来的比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徒不是不要用他的魂，不是要用他的人格，这个都需要，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太胖了，太肥了。所以现在怎么样？现在需要像这个士师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十八年在摩亚人的这个压制地底下，结果后来有一个士师，他是左手便利的，他拿一把刀，结果是刺到那个这个伊基伦的身上，因为太胖了，所以这个就等于动手术一样。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他的手下这个那些有一万个兵也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没有脾气，这个人脾气好，因为他跑不动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乃是肉体的悲哀。所以今天最大拯救路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让我们至大的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让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术台上，让他把我们缩成原来的比例。从此以后，我们仍旧爱，仍旧恨，恨当然恨无罪恶了，但是爱呢，不至于溺爱。从此以后呢，我们仍旧思想，但那个思想呢，不被扭曲的。从此以后，我们仍旧怎样？我们仍旧决定，但是呢，现在我们对父神的旨意能说是，对撒旦的试探能说不。否则的话，音乐一响，酒精的火一烧，等等等等，到时候呢，人就情不自禁，人就力不能胜。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主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救恩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肉体怎么办呢？圣经说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肉体坏到一个地步，像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现在不需要再补了。
如果袜子是不破几个洞，你可以补；肉体如果破几个洞，还可以修补。所以我们普通觉得，哎呀，我这次犯罪是因为我上一次犯罪是因为我不小心，啊，我们总想这次我会记得清楚，这次我改良。所以我们总认为说肉体可以改良的，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中，肉体是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呢，他在2000年前，他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我们看见神都把他，我们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但是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与圣灵合作。意思就是说，凡属基督的人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圣灵合作。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你把我情愿你把我放在那个放在十字架那个手术台上，然后呢，因着你工作，因着你这个什么，因着你这个开刀的结果，因着你动手术的结果，现在呢就把我们的肉体就缩回到原来的比例，缩回到原来比例。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不是做了基督徒就不像人了，不是说做基督徒就没有喜怒哀乐，你仍旧喜笑，你仍旧爱，仍旧恨，恨无罪恶，那你仍旧这个仍旧思想，仍旧主张，仍旧策划，啊，仍旧选择，这个通通是魂里面的工作，这个通通是这个所以等到十字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原来的比例，圣灵就可以用我们了。那现在呢，你看见等到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能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能选择神所选择的，我们爱的时候能爱神所爱的，我们恨能恨所神所恨的，因为神恨恶罪恶，我们也恨恶罪恶。我们知道一个母亲爱她的女儿，但是她不可能爱她女儿头上的跳蚤，她不可能因着恨她不能因为恨女儿身上的跳蚤，她连女儿也恨了，不，她爱女儿，她恨她头上的跳蚤。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叫我们的肉体回到合乎正常的比例，我们仍旧爱像基督一样的爱。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十字架那幅爱的图画，我们会落眼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表现就是基督的表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这个肉体呢是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一面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应当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个肉体还会生儿子的，肉体还有一些邪情私欲的，要怎么样呢？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别人在我们身上就碰见什么？就碰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把我们化成，现在我们想到这个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绕过以东，也绕过什么？也绕过这个，也绕过摩亚地。那摩亚我们说过是代表什么？是象征我们的肉体，而且摩亚王，上至摩亚王，下至摩亚兵，他们都是又肥又胖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是今天我们不能纵容我们的肉体。圣经说不要为肉体安排。那许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冰淇淋总是希望多吃一口，这就是爱我们的肉体嘛，爱就是爱我们，惯我们自己嘛。那什么事都可以惯，肉体是不能惯的。那特别许多时候，当我们要节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人很快都已经恢复到从前正常的情形，已经不胖了，但有的时候就是惯他自己啊，放松一下啊，有的时候说不要紧了，这次就是吃饭的时候多吃，本来是什么都不吃，但这一回吃一下就可以，不是每一顿饭都这样吃。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各种情形，都是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饶恕，叫我们宽恕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是纵容我们的肉体。但圣经说不要为肉体安排。所以请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绕过摩亚呢？那就是说不要纵容你的肉体。换句正面来说，要与圣灵合作。当我们的主，当这个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有多污秽啊，多丑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愿意站在圣灵的一边，我们说阿们，我们说是的，我们愿意圣灵借助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作。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和他合作，好像你本来差一点要吃冰淇淋了，结果有人提醒你说这个冰淇淋不能吃的，你不站在他对面，你说是的，你刚好提醒我。所以基督也这样，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主动的与圣灵合作，结果我们看见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就工作了。那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工作的结果就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否认我们自己，舍己，那另一面呢，我们也绕过了，绕过了什么？绕过了摩亚地。换一句话说，叫肉体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那这样基础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三个阶段要进迦南以前，你看见这个功课是显得格外的重要，也显得非常的宝贝。那我想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TV， 我们需要好消息。